是不是觉得这条路比较很熟悉？真的很熟悉耶，因为前面就是东华大学嘛，我家其实就在东华大学旁边，所以这条路该不会是要去看我家有多清寒吧？哇！都开了！哎呀！哎！哇！哎！哎，有个钢琴在这里耶！对啊。钢琴是弦乐器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哦，我们考的那题目嘛，好，哎，老板会不会这两个熊在？老板，好，我猜是右边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在多远呀？他给你，加油 ，Happy 啦啦啦啦，他给你，加油 ，Happy 啦啦。对啦，哦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啊，这祝何美，何美在台北工作起，共建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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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他妈妈很可爱，我们昨天到现在啊，都一直要读起来，跟他联络。无啊，你赌博给你个骗到我啊！你讲无啦？他们连骗都不敢骗，敢骂？我没有啊，太棒了哈！他的啊，但人生哈的结案呢，我们刚好看到那个何美在那艺能界里面这一大段的时间里面，成绩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哦，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处，他啊，这我们艺能界朋友病入中干哦，跟人家相处。非常像，邱明，邱明，跟妈妈赶快。他而且哈，哎，很怪了，像你看哈 ，Kitty 也是我们这个花莲，对，花莲人，还艺能界里面，到不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有啦有啦，哎哎，爸爸妈妈都上过我的节目啊，哎呀，我那我被给乱骗啊，那怎的？现在轮到他骗我，没骗回来啊。哦，按开心啊，祝福何美生日快乐，29岁，对不对？爱情事业通通顺利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吹一下，吹一下，来来，我们全部都要吹了。来了，好一，好来一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好，谢谢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